这个短片会为你讲解如新 Velocity 提速奖励计划。当你因为觉得这个产品好用，帮到自己同时又想发展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网上免费登记成为会员，公司就会给一个 HK 字头七个位的会员号码你。透过会员号码，你可以保荐到54个国家的朋友成为 New Skin 会员。当你进入 New Skin， 已经有三个市场同时可以发展。第一个市场是会员用家 User， 好简单，通过你自己用好产品，然后作出简单分享，或者朋友主动问你，你去分享，朋友会同你一样自己网上免费登记成为会员，去买自己需要同喜欢的产品。公司会发放 5-15% 的分享奖金给你。简单例子， Lumis Bar 1465元， Share Bonus 就有195元，大约 14%。 这部分非常之简单，属于弹性自由的收入。跟住我们就会讲下进入第二个市场，叫做 Sharer 分享者。这个市场亦非常简单，朋友用得好产品，自然同你一样想分享，所以公司会发放 share bonus 俾佢，佢有，佢有，佢都有。你只需要教识佢哋分享产品，有效运用社交平台，将产品分享到覆盖世界各地认识同唔认识嘅人。当你能够透过系统建立每个月30,000元业绩或以上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收到 build income 建构奖金。这幅图讲解了怎样取得 5-40% 的佣金收入，大约5,000元营业额一个 block， 每一个 block 都有它独立的佣金计算。第一至两个 block 5% 195元，第三个 block 10% 395元，第四个 block 15% 585元，如此类推。第8-15个 block 有 35% 1365元，而第16个 block 之后所有业绩都是 40% 1560元。你会发现业绩去到第8-15个 block 的佣金有 35%， 已经证明 Velocity 是一个带动力很强的佣金计算方式。简单做个例子，假如你和整个 Sharer 团队取得业绩50,000，等于做了10个 block， 就会有8,385元的奖金，大约是营业额的 16%， 而80,000元就等于16个 block， 奖金是16,770元，平均有 21% 的奖金。100,000就等于20个 block， 有22,910元的奖金，平均有 23%。 结算业绩的日子是7号、14号、21号和每月最后一日，发放佣金的方式是在10号、17号、24号和下个月的3号，以 weekly pay 每星期计算一次。而最重要的市场是在你自身组织做得好的过程中，你亦同时将你的组织能力成全给你的事业伙伴，咁你就进一步建构起你嘅事业集团。New Skin 会喺每个月按照你旗下每个组织嘅当月成绩发放总营业额嘅 5% 俾你，延伸六代，高达 30% 嘅非在职收入。就以呢个例子为例，155位主任大约每月可以制造180,000嘅领导奖金。喺你发展你嘅事业过程中，你仲有机会考核各个旅游奖赏同公司举办嘅旅游学习之旅。这个就是如新 Velocity 的提速奖励计划。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细节，只要联络播放这段短片给你的人就可以了。